那今天我们课程然后来看一下这场讨论，我们都要送四样赠品。第一样是我的课程的一个六折优惠的优惠券，像我的课程有些一万块的课程，线上课程，我在网络上只要有做优惠，通常一个礼拜就可以卖几十套，甚至有一次卖过100多套，一个礼拜有时候可以入账可能50万、60万都有可能。OK，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网络上如果有一些产品去卖，然后透过正确的方法，你的确是可以获得一些庞大的利润。OK。那第二个是我写的一本网络行销推广精华的一个电子书，然后第三个是400张网络行销的图书，然后第四个就是我的网络行销事业推广的精英课程，这个课程总共长度是22个小时，这个课程售价是10000，然后我可以免费开放3部给大家看。OK， 这个是付费的。那这个内容啊，其实像这个行经销经营的课程，行销经营的课程，基本上在网络上也卖了70、80套 ，OK， 所以你会发现，而且目前还没有人任何人退费，因为我的课程都有什么100%满意保证，你不喜欢买了之后看了不喜欢觉得没有用，你7天内全额退费，你只要寄 email 给我，我二话不说不会问你为什么，我就退费给你，甚至之前有一个学生退费，他说哦不是因为他现在他觉得课程不好，是因为他家里面真的就是爸爸好像住院还怎么的，然后还跟我说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原因，然后说哎老师你不要生气，我下次等那个这个用救急的款项用完之后我再到时候再买你的课程，然后一直跟我道歉怎么样。 OK，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无预警的一些没办法预测的状况，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发生这种状况，所以买的东西你本来就应该有满意保证，不然你买东西风险是不是在你自己身上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今天如果可以让风险变在卖家的身上，就是你提供他无条件退费退款的方式的话，那这样子对方是不是就比较愿意买了？ OK， 这个也是一个行销策略，叫做什么？叫做风险逆转。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把原本风险是在买家身上，然后转移到卖家身上。 OK，像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有效增加你的销售。 OK， 那今天就送大家这四样的赠品，然后今天只要有回答问题，我刚刚不是说今天有回答问题我还要再送额外的其他的一些课程，今天如果有回答问题我要再送啊，就是回答对哦，不是乱猜的，我要再送我网络上的一个1000块的线上课程，就是流量的秘密，这个课程你可以看到上面售价多少，1000块新台币，33块美金。这个课程我半个多月前才刚卖，差不多也卖了40、50套 ，OK， 1000块，因为售价很便宜，然后总共是3个小时的实体课程 ，OK， 那这个课程只要你今天回答问题都答对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直接送 ，OK， 那我今天送的无论是前面的4样赠品，或者是今天答对问题送的这个赠品，我们到时候都会回去就会直接用 email， 今天就会寄给大家 ，OK， 假如没收到，今天没收到，赶快寄信给我。因为我们今天你们刚大家都有留资料嘛，哈，有 email 没有填的吗？刚报名的时候有没有 email 没有留的？等一下我们没有留的话，我们再去到时候下课的时候再去补留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全部把我们的赠品发送给大家 ，OK。